八只，我就猜，我本来是猜大，我是猜六只五百，我本来是猜六只五百，啊，他给八只五百，那是单筒的软丝哦，那个把它发一下哈，就变很大只了。小姐，你包了吗？刚才那个虎须卵一条150克哦，很大条哦。刚才那一条他卖，那个切一切外面那个一条切出来大概要400块，外面你鱼卵那一条再切出来大概400块到500块。听我啊，你上三年啊，现在三百现在你是我的那个，对啊，七点不来，叫我们现在三百，三百年，就你今天才讲的无？无，啊你食过嘛？真久无。今天有陪跑步操，今天有陪跑跳，谁只？一种的，那都是比头条较，比头条较甜啊。这是二级啊，来，我要线上。红虎超有没有人要？红虎超。红虎超，这超甜的，这超甜的，这超甜的。你该从这边哦，从这边我们我们没有啊，我们这个比饕餮好吃哦。我们这么吃啊，这样来啊。那个最近有一个小的小火锅叫金三义吧，金三义一锅大概是299还是399，上面就有两只这个，那上面会放两只这个。然后卖放蛤蟆，然后再放什么东西，一锅399。我有很多朋友去吃的。再见啦！好啦，你没有再讲，继续吧。